好，上班了。哎，上班上班上班。哎，今天第三天上班了。对啊，第三天又上班了。哎呀，昨天呢跟前天的笑话都不错笑，真的啊。那今天开心呢？那今天还有吗？今天听完。有，我老婆昨天又跟我讲，哎，她说你是喜欢我的天使的脸孔，还是我的魔鬼的身材？要求我，他说我喜欢你的幽默。